好，我们看第九题哦。第九题还要你找角动量跟力矩的因次。OK，好，角动量是 L，OK，角动量是 L，然后力矩的话是 tau，那带公式嘛。刚刚我们才讲完，角动量 L 的话是 R cross P，就是我们不取向量的话，OK，取大小 RMV，这里的话是什么？R cross F。OK，R 乘上 F 就是力 B 乘上力乘上力 B 嘛。好，所以 F 又等于什么？ma，那你就自己可以试着去想，有些人写到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他写到 RF 就可以了，RMA，属于你喜欢。那我们用单位去看这件事情嘛。OK，R 是长度，所以这里是 m，m 是质量，所以这里是 kg，v 是什么？速度，meter per second。所以我就可以写成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它的单位就 kg m 平方 per second。那量纲把它写成量纲就可以等于，OK，就可以看成是 kg 是质量 m，公尺是长度 l 平方，然后那个什么 second 是时间，所以 t 负一次方，OK。然后呢，力矩的话，r 是什么？R 是长度 m，力是牛顿，牛顿就是 kg meter per second square。OK，那把它写下来，你就会得到什么？变成 kg meter 平方 per second 平方。那写成英次，你就会得到 ml 平方 t 负二。OK，结束。